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山势光史。自由操也是山势光史的强项，他还有他的吊环跳马是他的主要的拿分的项目。看他开场是采取了三串转体的跟头的连接，哦，这个前阿拉伯前屈两周好像有些歪，后直九百接前直一百八没有站稳。宽臂慢起手倒立也叫日本倒立。前团两周落地一小跳三十，这套动作